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 SUM 陈炸汽车，我是吴成龙，大家都叫我成龙，很好记。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这台车子呢是2017年现在的 Elantra。 那我们介绍这台车子呢，它这个是有一个很流线的外观，再来的话呢，它有设计这种就是导光式的小灯，所以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，它的那种视线会非常的漂亮。好，再来的话，它有搭配1800cc， 它还有搭配这个雾灯的样式。好，再来是镀金饰条的部分。在这钢圈的部分呢，它是采用原厂五辐式的铝合金钢圈，然后搭载的轮胎规格呢是205/55/16R16的规格。啊，这个它后照镜呢还有设计这个方向边灯的部分哈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看到后面的部分，那车尾灯呢，它也是用做设计这种导光式的红白尾灯。好，那我们介绍这个引擎的部分的话，它是设计16气门的自然进气 1.8 的引擎。好，然后变速箱部分的话呢，它是做五速手自排的变速箱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这边车上的功能，它是有大灯启闭的功能，它是有 auto 的模式的，所以你会怕晚上忘记关电灯的话会造成没有电，就不用担心。好，它这边是可以控制大灯的开关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我们现在里程数的话是85977公里。啊，我们有在行驶的话，多多少少一车都会增加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介绍音响部分哈，它这个是有单片 CD， 然后可以使用 MP3 的光碟。再来的话，这边的话，它有做 ISOV 那个 AUX 跟 USB 的界面，所以也是蛮方便的。然后冷气部分呢，它是设计双区恒温哦。再来的话是说，你怕如果副驾驶这边怕太冷的话，温度都可以调高或调低。好，在这个变速箱模式的话，它是有做手自排的功能的。我现在身高是167，然后我现在膝盖部分的话的空间是有两个拳头，然后上方的话呢就是一个拳头，然后两指的高度。在这次车后座的话，设计有后置冷气出风口，所以算是比较特别的，有的轿车几乎是没有的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这边还有中央扶手，要自备架的位置。那椅子呢，它是做合成皮的，它比较有张力，所以不会说坐久了会觉得不舒服。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后座的行李置物空间是蛮深的。它另外一个特别地方就是说，它有设计这个椅背的拉开关位置。你可以直接，假设你刚好要载重，是比较深比较长的话，可以这样把椅背往前推，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底下有一些车用的随身工具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成大汽车吴成龙。那我们影片今天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现在身后这一台呢，车子是现在 Elantra 2017年1800cc， 我们目前售价呢是460,000元整。好，然后欢迎喜欢这影片的话呢，麻烦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